怎么都不跟你打架的那种。大爷，他咋还是应该玩四个？有宗师哎，而且四个翡翠带一个宗师。我操！我差点蓝被抢，我靠！提醒我一下，我忘了是老鼠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对，害不有可能。我忘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那提醒我一下，我有时候老忘。打不死他那特吧。我换血掉了吗？换倒了。啊、哦，我给你掉了。我回弹幕，我把那个歪歪刚刚陛下卖了，我怕瞅着你吧。他打也来，真的让三级抓打抓下的。对面吸我枪。来，肯定来了，肯定来了。哎妈，你吓我一跳，我寻思你呛水了呢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会肯定要抓，这种不能被抓。你刚才那个，我以为你呛，我以为你真呛水了呢。那没有，那没有。我操，若雨，你这要杀一个，你这还想杀一个呀？好，我家里给到我了。没事，我交上，我不用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，可惜哇，可惜，好可惜啊！我也不死他。其实不是，对面这个打野怎么这么贪啊 ？A 卢锡安，然后我有凯旋，可以杀猫咪的。他把中路兵线要全吃啊！我想问你一下猫咪，哎，我应该直接杀卢锡安的。对的，卢锡安刚刚 A 一下应该是稳死的。上路可以越啊，我升四了。哦，你不是狮子是吧？试一下。我靠，好可惜，来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对面打野来了，不行，实在不行就闪现走。嗯，好，那是个眼啊，兄弟，我以为他连打野就在那了，吓得老子一直盯着那看。像有些眼住我的真的奇奇古怪的。对面打野在下半野区吧，应该吃河蟹了吧？哎呦。没事，我有害，我就吃他野怪。哦，要搞他试一下吗？哎呀，好、哦、算了，在这个位置。我操！若雨，我感觉你现在比以前，就是以前跟我双排那时候，比那时候强了，是吧？嗯，可以，因为我们咱们这个队伍上单也崩过，打野也崩过，下路也崩过，唯独你中路好像没崩过。哼，我不被抓崩的吗？你们都说我不抓崩，就是抓崩也是崩，抓崩也是崩。可以，我不强一点的话，兄弟，不稳一点的话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待会你嫌弃我呀。哦，我奶他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奶他一下，他下巴就得崩。我感觉不好打，真打不了，真打不了。我小避一下，小避一下。嗯，避吧，你避吧，那不没杀掉有点可惜了。杰克对面的队伍查战绩了，也是17连胜，别吹牛逼。你们这种分段17连胜有几个、啊、我不相信他们17连胜。引燃虚弱可能好了他们。怎么说下路、嗯、好了搞吗？我再跑。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吧，等他看一下老耗子的距离。我上了，嗯，有闪吗？对面 AD， 我操，被反了！撤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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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吧！坏了，我走。你不要反吗？你走吗？我靠！中段不行，这波反盾，
反蹲极限。哎呦，这波反蹲是真的难受。我应该带个点蓝的。我也打不过这破坏王了。我看一下上路能不能约。可以约。中路能来吗？不是，算了。我几宝看上路。哎，没事，他跑了，他害怕我，他有点怕我。让我来扛，让我来扛，我有被动。OK, okay.。他应该以为蚂蚱在我身边，实际上蚂蚱在上路。差点，兄弟！我就知道，我看那个眼，他眼让一下过去，我就知道你要跪了。好，我把中兵线推过去，小法毙了。可推吗？王者小兵啊，小法踢了，小法踢了。没眼，走吧。等六级吧。但是你也不算太亏，兄弟，留个头。哦，我补刀被压了，这家伙。这把又是逆风了。对面真的是十七连胜吗？也。不知道，谁知道观众是骗人还是真的？管他呢。我操，六比三！我操！这把真的得认真，因为咱们现在是逆风，而且我们上路没有拿自己的熟练英雄。嗯。这把舞台大了。我靠，你装备这么好吗？我靠了，要八分钟行驶。我第一件出的就是攻击力啊，350的那个。哎，兄弟们，我偷先锋了，我偷先锋了，兄弟们。这波上单你得往那靠啊！你装备很好的，这波你是主要战力。我没大兄弟，我可以往你这边靠。你有压制力，不知道他没过来。哦，他们溜了，他们溜了。嗯，我们只能发育了，我们打不了了。好，先锋应该是偷掉了，应该是偷掉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点王还给老黑了。小龙了，小龙有眼。我单挑这个对面打野，我不怕的。蚂蚱走位可以往上面靠一下，有可能要爆发战斗。我把兵线推过去，有一波线权。来了，小法。有可能要爆发战斗。哎，打野在下，打野在下偷龙，打野在下偷龙。那狗吧，我觉得这个龙要让吗？这个龙。没状态的。你可以把加别的物。要不我就去上路干了吧，我直接干上路得了。好，我直接干上路了，我直接干上路了，来。不行，我得吃。你来扛一下。我交闪了，我杀了吧 ，OK， 好，把这上塔拆了，把上塔拆了。我有先锋的。我操，我帮你守着峡谷，你放上路，不爱了。不是，这波上路有机会，我必须得干呀，要不这小龙白放了。哎，你为啥让我扛塔呀？那谁呀？那个上单为啥让我扛塔呀？我没血。你满血。你满血，我不是满血，我一下都没被塔打，你看我多少血。OK。哇，我这猫命的头。但是你那个英雄那个小狼能扛塔，你知道不？是吗？小狼能扛塔。我打他第一时间不就我扛了？哇操，这波打团，会不会又是一群的狼，一群的虫子？哦，一群小妈的，一群虫子。你怎么这么喜欢玩动物呀？喜欢玩的他就是动物，你那是办法，不是男人，不是狮子狗就是男人，然后狗。一家亲，待会等你大刀我也去帮你一波。我发现对面这个打野真的就是拿到优势了，他野区的河蟹他都不打的，这人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好像他不应该不是怕我，他是怕我们这个中野。你看，而且他野区都不刷的，这人，我操，他野区空空如也。他们中路已经穿掉了。我能跟这波。要杀吗？但是我怕他放 E。算了，你不能太明显，不行的，这个他放 E 咱们就不行了。还在上，还在杀了。这你伤害拉太满了。行，这个、还行。我有 TP， 下路可以打。第一时间跳不了。可以。他如果过来，我就打他，他过来我就打他。你是个 T 吗？你看一下。我再往下。OK。
别急，别急，雨欣便是上上天的。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绕后了，我纠集绕后。对面打野在上，应该刚回家。我纠集绕后，我可以，我可以先留人。好，把伤害拉满，看能不能秒。OK， 走，好，推车，保一下，保一下，保护一下。好，杀掉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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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好。这病倒残了。没事，平 A 减速留人，再 Q 一下，好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直接跳过来，我把这猫咪抱住。我打断一下，我打断一下，我打断，我打断，我先打断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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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扛一下，我就走了。能杀吧？好。哎，对面打野应该快来了，打野快来了，快走。打野要来了，打野来了，打野小把都往这靠了。哎，咱们这个队伍现在配合比以前也确实好多了。我的心思救了我两条狗命。感谢上上天的帮忙，谢谢。哎，我需不需要做那个暗影弓箭呀，是吧？其实你可以不用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猫咪它不是很好做侍卫。是的，你要是我长的就是你那句话，你要上早说呀，我就疾跑开启，直接滋。OK， 我冷却鞋吧。这里有一个，我等个十块钱。哎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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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拿，不打，那边来人了。我在往那边靠。出发心思。这个没闪的，这个没闪的，我在赶，我在赶。沉默了，太远了，闪了闪了。能杀吗？不能不能。我们推中了，我们推中了。我直播上了，先我差100块钱。OK。中路中路中路。OK， 走走走走。小法题小法题。直接给他秒了，来。没闪没闪。正在靠。哎，不打吧不打吧，这不。我操。拉走不？我操！什么逼伤害？大招，给你融掉了，有点强行了吧？这不，我给个 W，那鲁迅一个带进塔了。对 ，W 最后点，居然要发了。为啥一起走？因为那小法肯定是要到草里做眼啊，他不可能脸探草丛的呀。嗯，我不可，我要不一起走，他做眼的一下看到我了，他直接放E了，我必须得比他先手啊。他不会脸探草丛的。效果拉满。苏秒龙，我听直播上了。狗币就是吹，这英雄就是吹。我 W 上去一瞬间我就E走了，还是嗝屁眼。刀没闪啊！兄弟兄弟，这里可以定。哇！来来看一下看一下，直接定。开始回合吧。我操！这波不好打，这波不好打。操！我被痛死了，我被山羊撞了。先把老鼠秒了。哎哎，跑掉了我操！可惜了，让大家也跑了，带个猫咪跑了。可以下吧，下路塔推了吧。我来推。杀掉了 ，OK， 有助攻，有助攻。可以 ，Nice。我们去中吧。不是，这英雄也太他妈恶心人了吧！好，我决定了，这把我十一级进化E了，行吗 ？OK， 可以吧？我也浪一把。对面英雄完全不用脑子。但是我观众说了，对面真的十七连胜的，真没吹牛逼。要浪吗？感谢阿西飞机啊！谢阿西啊！我也感觉。谢谢阿西，谢阿西。沉默了，能杀吗？我操，这伤害好高啊！但是你能双杀兄弟，我又没闪金。哎呦，我有闪金，好杀！哎呀，这个人有点肉，能量不够。嗯，我真的进化E了啊！我真进化E了。我小小浪一把。我妈叫他发现熟练豆的，或者你上手就能。啊，只有对面打野是十七连胜，其他人不是，那就对了呀。他们家他妈的这其他人是给他拉分的，其他人是负号啊，那就对了呀。那坏了，
好，你们早说呀，我心里开玩笑的呢。给我 TP 开吗？可以开，可以开，我开了，我开了。啊，没，他隐身了，他隐身了，不行，他隐身了。吓我一跳，兄弟，我差点 T 了。打野去打蓝了，嗯，我们可以去蓝搞他，他现在打三狼，打完三狼他会打蓝的，我可以挑他脸，不读书前面应该大概率是有眼的，稳一手吧，稳一手，兵战之后再读书。那我直接跳过去吃蓝了，我先吃蓝了，把眼排了呗。那个你小心下路去抓你啊，我们推中吧，下路肯定会被抓。那就拿峡谷吧，拿峡谷吧，直接打吧。嗯，拿峡谷也行。他肯定去抓你，他肯定去抓你。哎，在我这，在我这 ，AD 也在我这，你们直接打。再把中塔逼了。中速方便马尔再补刀。哎呀，又出先把上塔拆了吧？哎，能大吗？能大能杀，能大能杀，能大能杀，我可以在这边跳过去。能杀是吧？啊，能杀能杀能杀。好杀。走吧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快跑快跑。他们拆了，应该我们耗子在往这靠。我踢上来了。Okay, 好，打不起来了。追了，打不起来了。嗯，应该打不起来，我们推中吧，推中吧，推中。把中塔逼了吧，我们。没意义了，我操！我看 TP 了，我以为是真打，我赶紧过去。卢登和面具怎么选择？嗯、我最近多是玩卢登，没有玩面具。看看看看看看。来了，我们靠一下，我们靠一下，嗯，我们也靠一下。移速过，我们一拉门看着移速。我小狗能咬死他。哎，两没闪。我前方放中了，我不过去了。哇操，兄弟，我们这个是什么？啊、我们这四台连的，哇，一个虫子啊，满屏都是虫。对。哎呀，给我看密集恐惧症的，我丢！来了，我看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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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个人技能都没有了。打完中路高地上了啊。打完来中路上高地了，先锋能保住。好的好的，死了死了，先锋上高地了啊，可以来个人吗？给先锋扛下塔啥的。来了来了，真的，走吧。我操，兄弟，走吧，拆不掉了，撤吧。走了走了，溜了溜了。哇靠！刚刚这波实在是恐怖。有红有红有红。修狗，野区一个不留。这个惩戒不敢放了，省一下吧。嗯，这有眼。嗯，十七秒，我避一波可以过来打了。大龙给个眼吧，我怕这些逼他妈的一高人胆大，投了就大龙。没有没有，下了。AD带的话就没关系。来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哪里？大了，大了，他大了，大了，他大了。我直接开龙了啊！直接开龙了，开龙了。嗯，开龙吧。开龙，我们会逼大龙。因为他猫咪不好做事，我们会逼他们过来打架。来吧，大龙吧。有惩，有惩戒。哥哥没到，他进不来的。我靠，我无敌了，我这装备，没人，没有人能拦住我。先打人是先打龙啊？先打龙吧。先打人吧。先打龙吧，打龙吧，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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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好好，龙收掉，先拉开一下。干不干？慢慢看，慢慢看。这边我给个阵眼，干不干？我没大的，我没大，我没大，慢点。来来来，看一下。来，我打打野。
OK， 一波了。再见。哎呦！哎呦，兄弟，你怎么是前龙五杀呀？我不好意思，我把你五杀给抢了啊！我把你五杀给抢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四个五杀抢了我四个，杰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微信转我，微信转我，没事，没事。